你能不能考得上大学已经是未知数了。我真不知道你是太乐观还是不在乎。我在乎的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教官，其实是报告。教官，这是他们弄的了，跟心仪没关系。很好，他叫李新蕊，我暗恋他两年了。跟教官相比，我比较怕他。赶紧先回去。嗨，新蕊。嗨，何杰。前几关考试，跟我们同队好不好？高景玉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啊。今天体育课你要跟谁同组啊？我的人生没有太多选择。那我可以跟你同队吗？好啊。哎，不行嘞，教官放不在体育课罚勤嘞。是哦。好吧。你干嘛？这样很危险哎！啊，给你，拿了。什么东西啦？你看就知道喽。